启家长解放模式。最近很多家长跑来问我，为什么开学后反而更轻松了，又要上班又要督促孩子学习，明明会更累啊。其实这就是让孩子爱上学习的好处，家长们就能有更多自己的时间了。要知道学习是孩子自己的事，一定要让孩子接受并自愿才是关键。为了让星星快速进入学习状态，我在寒假就已经给他安排了天天练学习 APP， 看到他一用天天练学习就根本停不下来。这里面有小学到高中三大学段的全学科内容，星星放学后每天都会看几个视频，通过三分钟动画的形式去跟他讲解数学思维，不仅能看得进去，也更容易理解。星星学起来轻松，也有成就感，自己迫不及待就会要挑战下一个难题。在闯关练习里，如果有不会的题，也有详细的解析，这思路可比我死记硬背的教他强。让孩子天天练的同时，潜移默化的得到了清晰的学习思维，一举两得。开学老师还跟我说，数学成绩提升了不少，其他学科也没有落下。国学古思张嘴就来，问他什么意思也能对答如流。不是说用了天天练这个 APP 家长就可以不教不督促了，而是用了它孩子更有学习的动力和信心了。现在星星一放学就会跟着天天练，把原本课本上不懂的知识看着视频就吸收了，把孩子学习安排妥了，我也就有更多的时间来享受自己的生活了。